这款由 EA 开发的运动类手游是劲爆美国职篮系列中的2016年版本，里面的球员都是2016年最新的资料。操作界面类似动作游戏那样，进攻时除了有控制移动的十字键之外，还有传球、冲刺以及投篮等按键。防守时则会切换成防守与火锅键，按的时候可以以顺势滑过的方式来达成动作连续，例如按住冲刺键运球到篮下之后，顺势滑到投篮键，球员就会自己上篮。如果距离抓好的话，还会发动灌篮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